日前，杨紫出席星光大赏的造型被指向春晚主持人。今日，杨紫晒出 P 图回应此事，那我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吧。照片中，杨紫把自己 P 到了春晚主持人的里面，粉丝纷纷赞起有梗。仔细观察才发现，杨紫把自己给 P 到了春晚联欢晚会主持人的最边上。也正是因为这身礼服毫无违和感，所以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小猴子。这情商还真是高，又是大家一整天的欢乐源泉。不过有一些粉丝很认真的直接喊话杨紫欢团队，杨紫拍了这么多优秀的电视剧，在晚会上拿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一群人拿奖的时候，杨紫和赵丽颖站在了最中间，可以说稳居 C 位，就连杨幂和迪丽热巴都得靠边站，这也是对杨紫成绩的肯定。喜欢就订阅呗。